我听琪姐姐说，王上在这些兄弟当中最偏疼你，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明月，我喜欢这匹，你觉得如何？你可真会挑啊，这可是我们雍林最烈的马，筋密腹方，鼻大肺大，能久走。可惜啊，脾气有点倔，不会轻易认主，但是只要一旦认了主，就绝对忠诚，就看你能不能降得住他了。这匹马我喜欢，你帮我给它取个名字吧。眼下它正是潜龙在渊之时，跟你一样，不如就叫它黑龙吧，你说呢？好，就叫它黑龙。明月，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尚书曰：王上敬畏鬼神，忧恤梨园，而天气未和，寒暑为节者，就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职，而以苛刻为俗，百官无乡亲之心，吏民无庸庸之志，至于敢逆和气，以致天灾。百姓可以得胜，却难以立福啊。大殿下，大殿下，大殿下在史学通鉴课上肯读兵书，是臣讲的无趣了，还是大殿下不喜欢学史，以为这通鉴无用？父王登基时已对大梁宣战，现在当为我辈上战场驱强敌之时，先生的通鉴课并非无趣无用，只是我觉得于现实来说它有点不合时宜。眼下边疆确实战火不息，可王上仍令臣在此开设史学通鉴课，而不愿诸位殿下早早步入战场，大殿下还不明白王上此举为何意啊？诸位殿下以为呢？燕王殿下以为如何？国之所兴，乃因由上至下能各安其位，各司其职，各务其事，各尽其能，无论战时安时，何以立策，以史为鉴。即便是在战场上，史学仍不会不合时宜。兵书通策略，读史识人心，所谓知己知彼，非神通也，不过通史而知今罢了。好，燕王殿下和大殿下虽为叔侄，但实则同岁，可燕王殿下已胸有丘壑，大殿下当思进取啊。好了，
都坐吧。明月，你这是要干嘛去啊？我去把这坛果子酒啊送给齐姐姐。以后啊，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去做就行了。刚才是我没注意，要不然这个我赔你啊。没关系，一条裙子而已，不值当的。不过玉莹妹妹，你每天这么气哼哼的，对身体不好，肝火太旺，对皮肤也不好。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不如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你才身体不好，皮肤不好，谁要跟你聊了？程旭，明月，这是我给你摘的花，紫苑花，这种花在嵊州很少见的，我拿来的那些种子都没种活，那自然是不常见了。不过呢，拦不住有心人，牵着马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找。我哥对你啊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南山的山谷里，气候正合适，下次开花的时候啊，我带你去。你这样的功课，如何让你父王看？去你父王那里跪下认错，让他打你一顿，长长记性。娘，齐寒知错了。知错了，以后就多用功一点，可以吗？明白。王上，这么多事，您再着急上火也是没有用的。那也得解决啊，拖不得。从前我就跟先王说过很多次，嵊州市的那老一套是撑不住大圣的发展的，这不一一都应验了。皇上、王妃，詹二姑娘过来了，给王上、王妃请安。王妃，这是我们家郡主之前说的果子酒，已经酿好了，请您先把它放置在阴处，等到秋霜就可以喝了，每日小酌一杯即可。明玉有心了，哥儿。什么果子酒啊？没听说你爱喝这个。不是我要喝的，原是我无意中提起，说您在寒冬中有喘咳之症，明玉少时随他父兄游历的多，正好得到一个偏方，说验证过确有奇效，我便让他坐下来给你用用。明玉这丫头会的倒不少，好，若果真有用，我一定会好好赏她。奴婢先替郡主多谢王上恩典，可王上也知道，即便是正经药方，也会因人而异，效用不同，更何况是这偏方，倘若有那么一点点偏差，王上觉着并无效用，也请王上莫气莫恼。就算是看在我们家郡主为采摘这40果子，每一粒每一颗都细心挑选诚心酿制的心意上，我看你这个小伴读倒也随他一般啊，机灵伶俐的很呢。行了，你们都放心，成不成的我都会赏，就冲他这份心意。王上圣明。看什么看？再看，把你眼睛挖出来。我早就听说了，王上对大殿下的功课要求格外严格，
但有不好，就要罚跪整夜。我说呢，这大殿下宁愿在这独自吹风，也不进去。不要你多事。殿下明明心里慌得要命，面上却要逞凶，这一点倒是跟我弟弟从前极像，所以奴婢一时多嘴，请殿下莫怪。老子比你大，你弟弟啊，你拿我和一个半大的破毛孩子比，我看你跟你弟弟都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！我弟弟早就不在了，在西岐面目青州的那一天，跟着全家人一起没了。我不知道，都是从前的事儿了，殿下不必放在心上。谁放在心上？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，之前有一次弟弟功课做得一塌糊涂，我呢帮他瞒过了父亲的检查，还少挨了板子。殿下要不要试一试？你能有什么本事？还有，你别在这儿拿我跟这个比，跟那个比，比来比去的。谁功课一塌糊涂？哎，文不通，理不顺。这先生的评语也太不留情面了吧？不过我知道，殿下不是不会，而是不服不屑，对吧？那既然如此啊。哎，你要害死我是吧？殿下，这王上每日忙得很，才不会去问先生今日功课是何，也不会知道今日出了测卷的。你呢，只需要告诉王上，今日先生考的口头作答，问的是何以以史为鉴，运用于战场，然后再把燕王殿下的答案复述一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这是欺君罔上。哪有这么严重啊？殿下要是不愿意就算了，反正我看这卷子也没有撕得很碎，不如你沾沾好拿去给王上看。你啊就尽管如实说，王上要真的罚我，我也认了，谁让我一时心软多管闲事了呢？上烧了，把它给我烧了。殿下，这法子虽然有用，但也不可常用，倘若哪天王上得闲，细问起来就得露馅儿。所以啊，殿下即使再不服不屑，往后也请好好听课，好好作答吧。多事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到底让不让我进去？玉英郡主，燕王殿下和玉王殿下都不在，真的不方便。我进去坐着等。不行啊，郡主，燕王殿下交代过，除了明玉郡主，谁都不能进去。臭丫头，你也敢欺负我是不是？我没有，郡主。没有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说我什么吗？你们说我苏玉莹没有贺兰明玉她漂亮，她可爱。你们说我苏玉莹不是正经八百的郡主，就是因为我小姨是王上的嫔妃，我才讨了个郡主的称号。你们还说，你们说我苏玉莹和她贺兰明玉名字里虽然都有个玉字，但是我这一块远没有她那一块来的珍贵。你们这些狗奴才！林真儿，你干什么？没事吧？我得给你提个醒，打狗还要看主人。灵儿是王妃娘娘特地拨给燕王殿下的侍女，你打她不要紧，你就不怕燕王殿下责怪你吗？你快下去吧，多管闲事。我和程旭哥哥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会为了丫鬟责怪我吗？说的也是，或许燕王殿下真的不会责怪你，那是因为啊，他总躲着你，你想要见到他，听他责怪也没有机会。林真儿，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不行，我若出面，会让娘亲难做。你干什么？你居然敢推！
这是小心包子胆啊！今天玩的太痛快了，看你下回还敢不敢跟我赛跑。你别得意，我今天是让着你的。我真的不是害怕，说好听你是未来明玉的反骨，说不好听的你就是一个死倔强的野丫头。你居然还敢还手，看你明郡主，扣下刘德。正儿，还手你！住手！正儿，郡主。正儿，你没事吧？苏莹，你在干嘛呢？不是的，程旭哥哥，是灵芝儿和灵儿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他们还打我。你看我的脸，你敢把事情经过说出来，让殿下评评理吗？我行了，你不欺负别人就谢天谢地了。你没打人吗？恐怕是你先动的手吧。刚刚是你出口无状，还不给正儿道个歉？凭什么呀？我也被打了，我也被骂了，我也很疼。为什么他不跟我道歉啊？就是你来了程旭哥哥台边了，就是你让别人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他才变得对我如此疏远。苏莹，你再胡说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现在不但偏袒贺兰明玉，你连他的丫头也偏袒，你还带他出去玩，你还给他摘花。贺兰明玉，我可劝你别太洋洋得意，我把你花都撒了，我看你怎么得意。你太过分了。这样别过去，我看你得意。哎，不要。郡主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扔。你让我不扔，我就不扔啊！我今天非要扔。这是什么呀？够了没有？这里的蜜蜂是明玉考虑宫里的蜂少，为了这些植物授粉而故意把他们抓回来的。大家都劝了，你还在这里胡闹。你要把这件事情闹到王妃那里，你才甘心。可他拿水泼我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我刚刚用水泼你，是想帮你把身上的花粉去掉。紫苑花粉是最招惹蜜蜂和蝴蝶的，你刚刚把那些花都踩掉了，花粉都扬到了你的身上，蜜蜂才会绕着你转个不停。郡主，我真的是想帮你，希望你不要误会我。既然你心里现在都已经清楚了，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，还胡闹。哼。燕王殿下又特意采了这些花回来。程旭有心了，我喜欢什么他都知道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家明玉也早就把一整颗心都捧出去了，就等着燕王殿下八抬大轿把你抬回去了吧。可是燕王殿下还得为先王和先王妃守孝三年呢。我等他。云奇，皇上。我们大胜，第一次在山地与大梁军对战，大获全胜。程耀把大梁军逼退出了青山关，被大梁侵占多年的清河二郡终于又拿回来了。恭喜皇上，我大胜边疆在安，军士们也可稍作休养了。嗯，汉王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。程耀立了头功，他和他的熊孝英和施孝英都当重赏，一当张榜告名。父王的孝期虽还有一年，可特准上元节新办灯会已是庆贺。这几年今天正好赶上这么热闹，三哥和三嫂啊要去问天奠祭天，
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过来陪陪你。这里真的好漂亮啊。明月，我看到那边有卖炒栗子的，我有点想吃。陈梦，去吧。嗯。走。程轩。哎，程轩，你站住！程轩，你站住！程轩，程旭呢？你又找我哥干嘛？他又不喜欢你。我，程轩，这么多年，姐姐对你不错吧？没少掏腰包买你喜欢的东西吧？还成吧。那你看，你玉英姐姐是不是已经变了挺多了？有吗？怎么没有了？你说，程旭哥哥怎么就看不到我在变好呢？程旭，你说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应该多在你哥哥面前说说我的好话？这得看你对我有多好了。今天刀王张会开价，要卖他那把用一年时间锻造出来的宝刀哦。我给你买，走。燕王殿下魅力无边呢。有时一道自然醒，打一个字。有时一道星辰的星子。大殿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大喜过望，我知道这个。大喜过望是。十五十盏梅，那儿那儿还有那儿，还有很多灯谜呢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非要跟我抢同一个？我乐意。啊？许的什么愿啊？等会儿再告诉你。我们先求这姻缘签。怎么是这空白签？什么意思？郑重而忐忑的想请你跟我一起写下你我的姻缘签，这一辈子我要和你不离不弃，纠缠不休。月神娘娘是北京的庇护神，我要让她来为我们见证。我已经向三哥请了军职，我会在军中磨砺自己，我要成为你心目中的大英雄。明月，我也会建功立业，
让三哥准我离宫见父。离萧息还有一年，以一年为期。明月，你愿意等我从军中载誉而归，将你迎娶吗？我愿意。等你平安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彼此的心愿写在姻缘签上，好不好？好。一步激动明月，我听说在民间男女定情，女方得给男方绣一个荷包，我要你帮我绣一个。燕王殿下想要荷包，什么样的要不到啊？还用我绣？冤枉啊！我什么时候让别人给我绣荷包了？再说了，我这一辈子只要你给我绣的荷包。你知道的，我最不擅长这些，你让我拿马鞭还行，拿绣花针吗？就算你绣的再丑，我也喜欢。你嫌我绣的丑啊？那你去找个绣娘吧。疼得我，你绣的自然是最好看的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明玉郡主绣的荷包谁敢嫌啊？真是不知好歹，油嘴滑舌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不怕，这里只有我和你，我愿意被你笑话一辈子，只伴你长乐。你刚在祈福殿许的什么愿望？你还没告诉我呢。我不告诉你，谁让我追了你这么久你都不理我？你要想让我告诉你啊，那你得把那个荷包绣好允我才行。那我偏不呢。那可不行啊。你威胁我。服不服？我的愿望就是想要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，永远都不分开。你的呢？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两个这一生都平安顺遂。找什么呢？我在找针和线，还有绣架。明月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交代下来，你让我去做就是了。不用，我想亲自绣个荷包。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？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做这些针线活吗？我，哎呀，我就想试一试。我看啊，想绣的不是荷包，而是某些人对燕王殿下的情谊吧。你怎么话那么多？还不快去找！好好好，我帮你找。姬齐公然侵犯我大圣边界，实在是太猖狂。既然是姬齐挑衅在先，我们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，直接打过去。
没错，皇上，眼下大梁的军队阻在关外，暂且没什么动作，我们先速战速决解决掉西岐，不然等到时候若大梁缓过气来，我们就会腹背受敌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嗯，皇上，臣弟也愿意领兵出征，臣也愿往。九弟啊，带兵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从未上过战场，如何率领军队啊？臣弟虽不像几位王兄久经沙场，但我和程轩身为狼啸营和鹰啸营两营的营主，往日我们操练兵马排阵布防也不输于其他人，如今我狼鹰二营早已厉兵秣马，只待为国出力之日。你兄弟二人也是该历练历练，建立一番功业。好，就依你所奏，你熊啸营、象啸营为先锋，狼啸营和鹰啸营为两路侧翼，出兵西岐。臣领命。这是父王赐给我的金盔，他要我第一次出征的时候一定带上它，好好的打一场胜仗。可惜如今他却看不见了。你父王一定会在天上看着你，他会保佑你的。明日是我第一次出征，我一定要打场胜仗，做个大英雄。会的，你是个大英雄，你一定是个大英雄。做个名副其实的营主，独当一面的战将，到时候我要向三哥请旨，让他把你指给我，你要等我好吗？我会等你，我一定会等你的。我会每天看着月亮，天天看，天天等。可是你一定要早些回来。现命汉亲王萧承耀、魏亲王萧承泰为主帅，燕亲王萧承旭、豫亲王萧承轩为侧翼，急赴两军阵前，扫清强寇，平定西岐。建资大勋，成我王业，以耳之真，宜成重委，全保严京。谢王上。拜托了。九弟，这是三哥亲手为你做的震天弓，三哥送给你。希望他能伴随你建功立业，保家卫国。谢三哥。看到这个，我就想到三哥对我的教导与关爱。不会辜负三哥对我的期待的。
发。五弟，四哥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是王上怎么会答应让那两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带兵出征呢？他们翅膀还没长硬，就开始背后搞各种名堂了。哦，五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知道，九弟已经开始调查那个叫素秋的公明了。看来他果然没死心。没错，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初到战场。根本没什么经验，难免会中了敌人的埋伏，而你我二人又在正面迎敌，顾不上他们。沙场上的仗固然很难，但是人心里的仗才是最难最残酷的。出什么事了？回世子，圣州军攻破了，攻破了我们防线，马上就要杀入大营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这次出征是我向父王建议，如此怎么办？我该如何救他？郡主，让我来吧。难得世子最近不在家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都怪你这个扫把星，整日哭哭啼啼的晦气。自从娶了你，本王就没有一件事顺心过。世子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又做错了什么？滚开！上次就是你跟你那个妹妹联合圣州的人耍弄本王，这次是不是又是你们一起来算计我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没有。扫把星。郡主，这国与国之间的事情，世子怎么能怪郡主你呢？要怪，就怪我贺兰婉姨的命不好。又在绣荷包啊？从小到大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认真做针线活呢。
明月，你这两只小鸡绣的不错嘛。什么两只小鸡啊，这是鸳鸯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逗你的，也难得你这样的绣工还能绣出鸳鸯来。哎，那这密密麻麻的绣的又是什么呀？这是经文，这是我为程旭绣的经文，我希望他带兵打仗一切都能平平安安的。我们家明玉有心了，有你这么念着，这么为九殿下求平安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凯旋归来的。殿下，帝王殿下，玉王殿下派亲信来报，司令下的虎啸营由于打开一个口子，把新骑的弩车都放进来了。是什么？以我们现在的战力，很难与那些弩车抗衡。抄的令，立即撤回主营，撤军怕是来不及了。西岐的巨弩已将几面出口都堵死了。殿下，末将知道稍后有条小路，趁大军先拖住敌军，末将带一队人马先掩护殿下撤离。不行，所有的狼啸营先锋都在此。坚持恨不得今生永相见，你落下的缘与我化成两端，我落下的情心中默契未干，如风回雪，如云蔽月，如我隔夜醉满纸惆怅，如你，你落下的缘像个沧海桑田，我落下的泪沾满一路高悬，此去归途，此生漫漫，浮生悲欢。